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穆布斯。在 GPT Duo 的简评视频里面，我说过它的低偏移功能有望支持 NS 一线连。这不，我的机器已经升级好了，让我们来体验一下吧。我找了根 USB 4的线，插上，等待一会儿就已经在屏幕上面显示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由于是不带反向充电功能，其实并未在给 NS 充电，只给了能让 NS 识别到外接的小电流。NS 不带反向供电，所以也需要在 GPT Duo 开机的情况下才能使用低频一线连 NS。如果你想一边充电一边使用便携屏功能，就可以买个这种 AR 眼镜使用的 C 转多 C 口，一个 C 口输出音视频，一个 C 口充电。我这个还有个 C 口可以传输数据，这样的一个小设备也不贵，还挺方便的。GPT Duo 的低频音功能没做音频输出，所以我给 NS 准备了一个 3.5 毫米耳机孔的小音响。GPT Duo 的上频其实很薄，如果他们去给低频音功能做音频输出，只能放比较小的喇叭，那样的话音质其实并不会好，只能说能响。我们可以搭配一个小蓝牙音箱之类的，得到的音频效果会更好。这块屏幕的显示效果真的很不错，很流畅，也没什么延迟。这个小音箱的效果也非常好。GPT Duo 是双屏，这样的话既可以一个屏幕使用电脑，另一个屏幕玩 NS， 还是相当牛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这里是穆布斯，我们下期再见。